长、市长、各位议员、市府各单位主管、各媒体小姐先生、本会同仁，大家早。本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定期会暨第九次临时会，现在出席达法定人数，恭请议长主持。林市长、李秘书长、本会叶秘书长，还有我们各位议员同仁，以及我们市府各单位的主管，还有我们各位新闻媒体的好朋友，大家早。我想本席现在宣布本会第十八届第三次的定期大会暨第九次的临时会正式开议。这次的会议系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由本席依法召集各位同仁召开每六个月一次的定期大会。这次的定期大会是本届的第三次会议，因需审议追加减预算，所以依往例在定期会之外接续再加开五天临时会，共计有三十五天的会期。那么这次的定期会也将听取林市长的施政报告，本席希望市长的施政报告能多多告诉市民新的发展计划和愿景，以及令人振奋的施政成果及绩效。此外呢，这次的追加减预算，市府共追加了5亿9154万5000元，比去年少了将近3亿3000多万元。这样的讯息让本席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我们的债务可以减少了，优的是不是显示市府团队努力的空间应该要更要强化呢？另外，这次的定期会因适逢中央政府政权的交接，因此本席希望各位同仁能利用这次的定期大会多多的提出建言给市府团队参考，以为基隆谋取更多的建设及福利。尤其林市长就市政建设万事俱备，只欠中央这个东风，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监督我们林市长和市府团队，要将东风请到，不能食言，也不能让基隆人再度的失望。本会三十位议员同仁是不分党派，一定会协助市府让中央新的东风借着夏季温暖南风吹起之际呢，及早吹到基隆来。最后，本席要以开放议会、开放问政的启勉各位同仁，我们现在所有的问政资讯都已可以透过网络及手机直播了，大家的问政都是开放透明，透过全民监督的力量，本席相信本会将会是监督市政最有效的推力。这次定期会的召开，本席相信一定会立下新的模范。刚刚我们叶秘书长已经宣布已达开会法定人数，现在请议事组进行议事日程的报告。议事组报告，本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定期会暨第九次临时会议事日程安排报告如下：五月十七到十八号，我们进行市长市政总报告及市政总检讨。五月十九号至二十三号，我们进行市政考察。那原定市政考察，十九号跟二十三号，有对调，因为原定排定在五月二十三号的参访海科馆，因海科馆星期一适逢闭馆，所以我们把它五月十九号跟二十三，把它进行对调。那市政考察完以后，五月二十四号至三十号，我们进行报告事项。那报告事项现在如列的有总共有21项，请各位议座跟大会参考。那五月三十一号至六月六号，我们进行市长市政总咨询，其中要报告的是六月四号，应该日是虽然是星期六，因为要端午节连续四天的一个补假哈，那该日我们也是要进行开会，那请施世明等六位议员注意该日要进行我们市长市政总咨询。六月七号
到6月16号我们进行一读会及审查联席审查会审查本市105年度第一次追加减预算及一般议案的一个审查。那6月17号到18号我们进行23读临时动议，那在6月20号当天我们进行闭幕仪式。议事组以上报告。好，我们对以上会议的议程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我们议会的议程。张议员，议长各位大家好，本席在这里有一个紧急动议哈。那首先先把标题跟各位报告哈，就有关山坡地这个回馈金的征收哈。那么今天呢、有很多我们民众来我们本会陈情，那这个虽然列入我们这个第14案哈，但是还没有那么快讨论，但是有很多民众来申请，我建议我们本会是不是先把这个案拿出来讨论，啊，让他们有结果以后呢，让民众来先提起。我们议员同仁对复议，好，那我们就排在第一案，把13排在第一案，大家没有意见哈？好，通过。来，我们张汉图张议员。这个本案的重点啊，就是要求市政府啊暂缓来征收这个山坡地这个回馈金。那我们基隆市啊已经被列为95%以上都是山坡地。那这个案啊本席啊也讲了10几年了、那历任也经过5位市长。那刚刚我们说林市长啊他很重视，他已经也交在相关单位啊，我们产发处还有地政处等等啊来做这个检讨收编啊。据我了解啊，现在已经收编10000多公顷，只有1%而已啊，那实在不够，也是太少了哈、那还是没有发布，哈、那这个中央啊不知这个地方的疾苦啊，他就硬要来收这个通知基隆市政府要来收集这个回馈金啊。基隆市这个都是山坡地，腹地只有3%。那有完成的从化区等等啊，都是山坡地。那所以说呢，基隆市这个地理环境啊措施啊，应当要因地制宜啊，应当要向中央来反映。我们基隆市这个环境地理措施啊腹地很少，应当要暂缓来实施啊。目前全国啊有啊大概是5个县市还没有收集这个啊山坡地这个回馈金，有花东啊、花莲、台中、南投啊、桃园，还有基隆，目前这5个县市啊还没有收集这个回馈金啊。那么南投县这个林县长啊，他说先会主收取回馈金啊，中央有意见啊再来这个检讨。那另外啊，台中市建筑协会一个理事长啊，王理事长在媒体专栏指出啊，针对山坡地啊已完成都市计划可供建筑行为的、这个应当不再收取这个回馈金啊。另外、这个农委会他表示啊，山坡地他这个回馈金啊都是以地方政府自己来注定，他说回馈金的用意就是在说你开发山坡地造成环境的冲击，依森林法第48条之一啊要来收取回馈金啊来做造林工作啊，这个回馈金收起来啊对地方说啊全部没有用在地方啊，
也是中央前途啊拿去怎么做造型啊。所以说本席啊建议啊，我们本会啊应该强烈来反对中央来对本市啊这个回馈金的收取啊啊，以上这个建议。好，我们谢谢张议员的紧急动议。我们现在请产发处处长针对这个问题能够答复一下。好，谢谢。谢谢议长。各位议座哈，那有关那个山坡地，然后来征收这个回馈金的办法哈，实际上这个整个源流我大概稍微简单叙述一下哈，因为这个是中央农委会在89年的时候就公告了哈。那实际上各县市呢，新竹县在91年就开始实施，一直到现在，哦，那一直到现在呢，大概只有3个县市是没有公告，我们是倒数第3个县市。现在除了花东、花莲跟台东以外，哦，其他的都已经公告了。我们是在今年的1月1号才开始收了哦，收受，所以目前大概没有公告，只剩下2个县市。那另外桃园县的话，它没有错，它是有公告废止，但是因为在审计部，它已经在104年2月份的时候有函给他，他说你废止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中央订定的法令，你废止它实际上是抵触的，是无效，所以要他们去做检讨。那另外那个蓝头的部分哦，他们也有公告，有一部分是不收，它就是属于农业设施的部分跟一个住宅，大概是有这3项不收。那审计部也已经在2月份已经函给他们，说他这个是违反相关法令，所以说叫他们一样在做内部的检讨哈。那基隆市的话，是因为从以前审计部因为那时候不是很注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拖，因为我们的山坡地有94.2%，我们就尽量拖。但是因为就在104年2月份，他有一个函来。那审计部这边最重要就是说，如果你政府地方政府你没有按照中央的法令下去依法执行的话，原则上他这个可能会把这个案移到那个监察院，可能去做弹劾的工作，所以因此我们才专签哦，就是说因为中央的法令一直强制要求我们去做这个实施，不然他在统筹分配管里面要可能要给我们扣一些哦，就是说扣点，所以因此我们才去落实这样的一个法令颁布的实施哦。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现在大概是收了2笔了哈，一笔大概7000多块，一笔49000多。那现在第3笔大概有100多万，这一步呢，它目前是还没有缴交。那这一步的话，不是就是说我们市府这边单行想要废止就有用，因为这个是中央所公告的法令。那如果说真的要去确实真的是解决的话，有2个方法，一个方法。当然就是刚刚张议员所讲的哦，就是要把山坡地能够做解编，因为你不在山坡地，实际上就不用缴交那个回馈金的办法。所以这一部分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而且已经议价完成哦，大概在6月3号他会提出大概初步的规划出来哦。我们预估大概应该可以解编大概123公顷左右以上的哦，这个最少大概123公顷。那第二个的话，可能要透过我们中央民意代表，希望能够去建立去做一些修法哦，因为他现在把水土保持跟那个林务的部分是结合在一起。我们在理事中央开会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在反映，因为水保实际上为了保护山坡地哦，在订这个相关的水保计划已经造成民怨了。那你现在又把那个林务的造林基金的东西又摆在这里面，实际上变成你现在是结合起来增加更多的民怨。那我们这个函已经在5月13号已经报给农委会，就是将我们地方这边民意的声音已经转报给中央，希望中央那边能够慎重考虑是不是来修法哦，或者说暂时同意我们来停止这个收取这个回馈金的办法的实施哦。目前大概进行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先跟各位议座来做报告。好，报告完毕。好，我们陈江山陈议员。谢谢议长啊，我想我们要来征收这个山坡地开发的回馈基金哈，我们基隆市是就刚才处长你也讲了，有94%这个点二，等于是将近95%都是山坡地。
那等于是说每一块建地以后要动的话，每一坪土地就必须要增加10000块的成本。如果我厝有300坪，我得加开300万；我若要起1000坪，我加开1000万。这1000万收起是中央政府提起，不是用在我们地方政府身上。而且基隆的容积已经受到很多的限制，那你我们的容积就比别人的要低了。你如果再开展下去，相对的反映在消费者身上，哦，我们希望我们基隆将来是越来越繁荣，越来越繁华。可是这样下去，在我们政府层层的这种规定，无论在其他的法条里面，拢是遐尼严格，什么人以后要敢来给人投资，什么人敢来给人来台投资？那基隆的很多的这些未来在哪里？哦，这是本席哈，哦，是认为说应该向中央政府来表达我们。这个基隆市是不宜来实施这种回馈基金的一个缴纳，别的县市它的山坡地可能只有10%，也可能只有5%，啊，咱是95%，将近95%。你看，啊，咱只要以后后摆若要叮当，咱拢都要来收这笔钱。那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没有再实施，为什么现在要来实施？难道我们要巴结新政府吗？要讨好小英吗？我往这本边那里走，好，哦，所以本席认为说，这个是相当不宜来征收这个回馈基金，啊，哦，我希望说我们的经理，你现在你说要把它变更为啊这个山坡地能够来这个来放宽，那也才120，你刚才讲的123公顷而已啊，这是一小小的部分而已啊，一趴，对吧？一趴，因为我还没看到这地方，吼，哦，一趴，对不？那是会使讲是，敢那是一个，等于是没有了，等于是没有了。所以我底下建议咱的市长，咱无应该，哦，和一寡投资者，和一寡，哦，要来家人来带动咱欢迎的这些投资人、这些开发公司，不敢来到我们基隆，大家在讲，搁等两年也无要紧啦，搁等两年。很多很多人家都现在都已经停下来，拢唔敢叮当。恁这一顶，愈来愈严格，这种做法，人哪敢来咱家？所以讲哦，家人的容积已经这么小，如果说我们还是这样子说，一坪再增加10000块的成本的话，真的是没有人敢来。啊，也这钱收来税金收来，阁唔是咱地方政府，不是我们地方政府在用的，而且是上缴中央，为什么来做这个工作，不懂啊？所以说能够暂缓就暂缓嘛，好不好？谢谢。好，谢谢我们陈江山宝贵的意见。我们现在吕美玲、张汉图议员请做准备。主席，大家好。有关于这个征收山坡地的回馈金呢，我们认为也是不宜哦。基隆有95%都是山坡地，所以呢，这个应该算是这个法令下来以后呢，对哪一个县市最有影响？其实就是基隆市。其他的县市它的平地跟山坡地的比例没有这么高，甚至有些中南部他们是大平原，它增10%对他们来讲不痛不痒啊，最好增100%嘛，对不对？因为最受害最深的就是只有我们基隆市。那我不知道说我们基隆市政府为什么没有考虑到我们基隆市的这个山坡地的状况，那为什么能够跟着这个一头就栽进去？而且你要知道，你所征收的税你是给谁？给中央，哎，对不对？你也不像人家说那个诈骗集团，那个车手还分到5%，分到10%，你是1%，你是1毛钱都没有分到，你还那么的急急于的去向我们的老百姓一层一层的去扒他们的皮。那如同我们刚才陈议员所讲的，到最后呢，受害最深的是谁？就是消费者。尤其是未来年轻想要买房子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年轻人，他们是受害最深的。所以呢，我在这边哈，要建议我们市政府，这个地方在我们地级重测也好，在我们山坡地解编还没有完成也好，是不应该去征收的。更何况我们现在非常多的土地，它就明明是平地，你还是叫做山坡地，对不对？大家看天良河的两边叫做山坡地，可是明明就一大片的平地啦。
你们都还没有解编，你们甚至也都还没有转换，你们连这种土地都要去给人家争，这叫做不公不义呀！而且我要提醒我们的市长，当初你在市长选举的时候，你一再的说你要去跟人家要港公捐，那一两百亿的港公捐你还没有要回来，你就要来跟我们去香港建设费，你也是有讲到啊，对不对？你摇头说你没有讲，好啊，没关系哦，这个老百姓都听到过的，你说你没有讲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你还没有跟中央大极力的要一些建设经费的同时，你却也剥削我们的老百姓，你觉得你的市长做得起吗？所以在这边我要建议哦，在地级重测还没有完成之前，在山坡地解编还没有解编之前，而且不能够来征收，而且呢你还必须如同刚才处长你所讲的，你要因地制宜，你要跟中央讲我们是95%啊，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一视同仁的跟其他的县市一样征所谓的6%，那个比例必须要降低。未来如果整个地级重测完成，整个这个山坡地解编以后呢，还要征收的时候，我们至少还有94%以上的山坡地。那你要增加，你要征收6%，这也是不对的啊，对不对？你不能，我们香港建设费也交去中央，每一年上缴，以前是1-2千亿，那现在呢？说实在的，山坡地如果这个回馈金来的话，整个来看的话，也是基隆交最多。所以呢，所有的中央不断的压榨我们基隆市，他从我们基隆市拿到的税金是最多的，可是分下来多少？一年最多给你150几亿，你就偷笑了，对不对？160几亿你就感恩的不得了，给你200亿你要跪在地上感恩他，结果我们一年给他收多少？1-2千亿嘞。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基隆市长是笑话一桩。拜托哦，你还积极意呢？要钱跟帮着，我们刚才陈议员也讲得对，你一直的不断的去拍小英的马屁有什么用呢？你要知道你是全体基隆市民选出来的，不是小英赐给你的，拜托好不好？对不对？520还没有到你就急于的表现，不是这样子的啦。我一再的想，如果你要做个乖乖听话的部长，请你回去辞职哦，回去当你的市长，闭着嘴巴不要再讲话。我告诉你哦，请尊重我的说话权，这个我的言论的权啊！你在讲，你又在讲了，你这个神经病，你怎么每次都是这样子呢？不好意思，各位同仁，请尊重，请尊重他的发言，请尊重他的发言。请尊重发言，谢谢。主席制止他们，我等他们闭嘴。那个游议员，请尊重发言，谢谢谢谢。来来，美玲，你继续继续。他还没有停止之前，我不愿意继续发言。好，停了，来。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来来来，我们今天第一天开会，我们希望来美玲没关系。那个游宇，谢谢谢谢谢谢。小丑跳梁结束以后，我才愿意讲哦。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适时的动用警察权，把扰乱议会的一些人哦，应该要把他带出去。而且我们也希望市立医院以后要准备一些镇定剂的药或者是安眠药，才有办法呢制止这些小丑跳梁的人哦。再怎么样的护航也不应该这样子，再怎么样的这个护航也不应该来牺牲全体市民的权益。如果要表现自己的忠诚，不是这样的，表现忠诚、表现听话，不是牺牲全体市民的权益，也不是牺牲某个群体的权益哦。
所以呢，我希望市政府在考量到整个基隆市95%的山坡地，在土地重测、地籍重测之完毕之前，在山坡地解编之前，以及在市中央政府考量因地制宜95%，基隆市拥有这么多的山坡地之前啊，它这个征收的比例要调整之前，应该暂停实施哦，应该暂停实施。所以在这边是我的建议，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处长啊，能够跟中央积极的反应，谢谢。我们谢谢宝贵的意见，我们现在请张汉土张议员、庄景田议员请做准备。这个我还要补充，刚才哦，本李议员的讲得很好哈，还有陈江刚议员哦，这个目前啊，我们林处长啊，解编的范围啊，只有纵以田寮河两岸，还有七堵火车站。另外啊，基隆市的地王你知不？庙口商圈、爱三路、爱四路、爱四路，你通通都没有来做解编动作。当然，林市长这个头寸啊，跨出一小步，希望你跨出一大步。你解编1%，希望你最少要10%以上。你刚才说到有几个县市啊，已经公告要征收，我要请问林市长，公告有没有征收？老百姓有没有缴钱？没有缴钱嘛，没有缴交嘛。有，你说现在已经公告，南投林县长他说要先汇足这个征收这个回馈金，等到有意见再来讨论，再来检讨。外县市确实是有公告，没有征收。啊，咱家人比因迄外县市更加严重嘞。当然，林市长只是你要把这个基隆市要做解编，那你足100多公顷。95%减到94%，太少了。要走的做较侪，上还没有公布以前，我希望你啊把整个基隆市重新整好。像从化区、五级从化区、安乐社区，那个都已经从化了，你还是山坡地。这个应当要同时把整个基隆脱胎换骨，安尼家人来发展啊，家人来进步嘛，不可能的嘛。所以说你虽然有做了，可是呢只有1%，抽水杯薪啦。那希望你在我们基隆市还没有解编之前，你要向中央暂缓来强烈反映，这个一定要无论如何暂缓来征收，暂缓征收。尤其基隆市特殊地理啊，因地制宜，应当不宜来说比照外县市。你说外县都已经，你说已经公告了，当然这个86年就公告了，86、89都公告，二什么大家都不缴，中央二把嘛，中央二把，中央不食人间烟火嘛，不知道地方人民疾苦嘛，所以说我们基隆市政府应当要有这个责任来反映中央，不要向中央拿鸡毛当令箭。依照命令下来，好，我们基隆市一定要依照中央的指示来做。我不讲其他题目，像建筑法，一些恶法，中央根本就不知道地方的疾苦嘛。就是我们建议，应当要把基隆市整个来全部来大面积的解编啊。你现在还没有公布，但是还没有解编之前，还没有公布之前，暂缓来征收这个6%的回馈金。这个是地方政府自己制定的、啊，地方政府自己定的，就是这个税率是地方自己制定的，不是回馈金的乘积率是比例是地方自己制定的，不是中央制定的，你们也可以做决定啊。所以说啊，这个我刚才已经提出来了，有很多地方都没有解编，你应该朝这个基隆市。像有建筑行为可供建筑的，都不应该列为山坡地的管制嘛？哦，等一下，我们是不是等请我们市长来给你们说明一下？谢谢。好，宝贵意见，我们现在请庄景田议员、韩良奇议员，请做准备。谢谢主席哦，我想刚刚处长报告得很清楚，是中央的法令，我们会尊重。但是，既然
基隆市政府跟人家不一样，我们是因为等一下请议长做结论，暂缓实施，因为这种条件不适合在基隆，除非你先把基隆市的山坡地改通盘检讨，改委约清楚再来实施。大家拢知道95%左右，95%包括田田寮河这附近市内拢是山坡，拢来当作山坡地。你搁开发利用回归金，搁交钱转去，山里原有的道路嘛有，水沟嘛有，你搁叫伊做一个，一个最多保持。叫来你搁改扣6%，即马是实价登录，等于拢是市价啊。这款的加税拢是伫老百姓接受的。老实讲，建商今仔日若一平要卖20万，算算搁加5万，伊嘛是予老百姓去加5万呐。安尼是毋是老百姓受害？所以我是建议讲，基隆市政府应该有这个责任，等下议会做决议，基隆市暂缓实施，因为这个条件拢无适合伫咱基隆市。上重要就是讲，你若安尼加税了后，基隆市的开发，尤其是老旧市区这么严重，你无法度改更新，无法度搞新的建案，有一个完美的这个品质，相信老百姓对市政府一定不满。加税条件拢无符合着咱基隆市，所以我是建议讲，局长等下做决议，基隆市条件不符合，暂缓实施。因为我拄仔讲的，咱的沙坡地已经甲市内啊，啊，佫从市内你若佫提转的税，佫是基隆中央政府摕去用，基隆市并无。当然，处长讲的这是法令，阮遵守啊，但是无适合伫咱基隆市。我拄仔讲的上重要，你这的物件拢无符合着基隆市民，甲咱应该开发的。这个重点，我是建议讲，等你议长做决议啊，在基隆市还没有完整调整山坡地范围内暂缓实施。谢谢宝贵的意见，我们先请韩良奇韩议员、张耿辉议员请做准备。谢谢议长。其实呢，这个山坡地的问题来说的话，我们基隆市政府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我记得在许财利许市长任内，然后我们那时候也要求解编一次，然后解编呢等于敷衍草率的就交代过去了。到了今天呢，我们很简单来谈，我们基隆市民因为山坡地问题造成他的财产的损失有多少？非常多。因为我们很简单拿信义君悦来说，信义君悦当初要干的时候就受山坡地的限制，因为我们田寮河两半都是山坡地，基隆那么多实质平地，农委会把它编定为山坡地。啊，编定为山坡地呢，基隆市政府居然到了现在还不为。我前两天看到报纸，我以为哇好高兴，结果呢是我们准备要做，而还没有实质要做。所以呢，这个部分来说，第一个基隆市政府应该硬起来，向中央问中央。你这样子把我们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这个大法官视线很简单、啊、实质平地就是实质平地，实质山坡地就是实质山坡地，实质平地的情况之下你把我编定为山坡地，是不是造成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因为很简单，他要申请水保啊，要做坡审啊，做什么什么什么建筑行为的时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成本相对提高，这都是它的损失，而且建筑高度也受到限制，我记得27.7公尺高度的限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应该我们要向中央先算算账啊，他对我们基隆市民生命财产的造成的损失，他还没给我们之前，他要跟我们课这个税，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所以呢，本席认为，第一个呢。跟中央要研究清楚，也就是不再是过去中央就可以压榨地方了，对不对？我们应该是实质站出来告诉他们说，我们基隆是市民，因为你山坡地的编列造成我们多大的损失，然后你跟我们算清楚以后，我们再来谈谈我们山坡地啊是不是应该啊要来征收山坡地费用，因为他造林，基隆是有造多少林。他做任何事物对基隆市有任何注意，对不对？你要磕的时候要实质用在我基隆啊，你磕
啊，对基隆有益，我们还愿意磕啊。也就是说，刚才本会同仁讲，我们基隆市没拿到一毛钱，我为什么要让你去磕这个税？所以第一个部分来说，本席呢，强烈建议啊，希望基隆市政府针对我们市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基隆市政府有责任要站出来替我们市民朋友来把关，来争取。所以呢，第一个部分明明是啊违宪的状况，我们基隆市政府居然都没违过，明明违宪啊，实质违宪，因为我实质平地在学理上，在实质上都是平地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可以把它变成为山坡地？编列为山坡地的道理在哪里？你有什么依据可以这样编列？他过去编列，我据我所知的话，是依据自来水公司的这个图万分之一的图，所以他才会有这种结果，有这种结果。那他没有实质改善，我们基隆市政府也争取过，啊，为什么都没有实质的结果？所以这都是值得研究。所以本席呢，也如同我们本会同仁一样，希望呢研究清楚再来谈正不正。谢谢。好，谢谢我们韩良琦宝贵意见。我们现在由张耿辉张议员、郑明清梁议员，请做准备。好，谢谢主席啊，大家好。当然了，今天也是5月17号。我想啊，这一些来讲政策啊，我想林市长啊，你应该，当然5月20号来讲新的执政啊。开始啊，你应该好好的将这个问题啊处理好，因为过去8年啊，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造成了很多的民怨，很多的中央对我们地方所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到，所以你们这一次啊，贵党啊才有机会啊第二次沦为啊执政。当然刚才本会的同仁啊也都谈了很多的问题，我想啊，一个香港建设会，一个我们山坡地的管制啊，这两项啊，确实啊，造成了基隆市啊，没有办法跟其他县市来相比。啊，市长啊，你上任以后啊，也是啊，很自豪的说我们的基隆市啊，为邮轮的母港，每天啊，每个月啊。几乎啊，很多游轮进来。问题，刚才所讲的山坡地的管制，确实啊，长期来啊，造成影响到我们地方上的发展。90%的山坡地几乎都关着，所以这也是说8年的时间，我们中央对我们基隆市啊漠不关心，以致啊，你们才有机会重返执政。再过3天啊，也是你们重新啊完全执政的时候，这个案子也是希望啊市长你在啊首长汇报的时候一定要啊集体力争的，把我们列入观光休憩港，我们要怎么去发展，很多都限制。5、6星级的成都商事会议，我问你，我们基隆市哪里有5、6星级的饭店？哪里有大型的森林游乐区值得人家去？不要说要发展什么房子等等啊，现在一个少年家你怎知道多少？那天我电台说了，1,300,000来说买一间厝30,000的薪水啊，20,000拿来立贷款54年，每年你要保证他都有薪水还可以缴这个贷款。为什么会少子化？连带都有关系啊，厝买不起还要生孩子要娶某，这个严重的问题不是我们党派那边吵吵闹闹的，这个关系跟我们未来台湾的民主的子孙啊的后代啊，这个严重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很多的政策啊你要考虑清楚。所以说啊，我也期待啊，当然在3天，所以林市长啊，这也是你们执政啊新的表现，给市民一个当初啊没有白选你们，所以也不要退缩，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你们重返执政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对基隆市不合理的政策你务必啊不要啊，我时常讲一句啊，仰油对白，这样才是对啊，让市民来啊对你啊
民进党感到失望，所以新的开始，本席对你们期待也很深。所以啊，林处长啊，你在相关的会议，你务必啊，把本位的每一位的同仁的意见，你综合起来，对基隆市合不合理？不合理的话，你要集体力争啊，至少你们破例啊，要像本席这样子吧。当初本党没有信守承诺，我离开，我没有怨言，自己没有信守承诺，所以我有期待你们啊，当初执政的时候，在野党强力要求我们，在国民党的时候所要求的那些政策，你们也要实施，不然呢、啊，就是啊，有愧于市民对你们的期待。以上是本席的建议。好，谢谢张委会议员的宝贵意见。我们现在请郑林清良行政议员，请做准备。谢谢议长。我想今天早上我们讨论山坡地开发利用回馈金的事情啊、哦，那事实上山坡地解编也好，山坡地开发回馈金也好，利用回馈金也好。事实上，这两项在我们议会里面，我们议员、同仁也经常的提出来，经常的提出来。但是到现在目前为止，真的还是一了了，没有达到效果。那么今天有人澄清了，那么事实上真的是非常的对我们地方上非常非常的不公平。那我想从1989年到今天，我们基隆市政府承办单位到现在只是说往上沉。但是沉到文上到上面去之后还是不了了之，我们要有一个效果才是。事实上基隆市所有的都是山坡地，你看庙口田寮河也都是山坡地，制定山坡地，那造成真的是95%的山坡地，每一次要做一些水土保持的时候就必须要缴回馈金。我想这个回馈金哦也是相当多，这回馈金是以公告限值的6%计算。那么公告限值像目前每一年都增加，每一年都在涨价，两年涨价一次，两年涨价一次，到现在几乎跟我们市价都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回馈金缴交的时候又不是给我们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毛都没有，都往上送给中央政府，中央在那边受到这个好处，但是地方政府有拿到一毛钱吗？都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不合理的这个回馈金，我们必须要据理以争。那么虽然说刚才我们处长有提到山坡地目前就要解编，我们想想看，解编123大概公顷左右，我相信也是有限的、啊、真的是相当有限。像我们基隆市许多的建商，他们真的是就在盼望，就在看，根本就不敢盖房子，说实在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希望这个市长还有我们这个产花处这边，其实我们现在也选出一个立委来了哦，应该好好的去利用这个立委，这个立委又是我们议会出来的，对不对？我们希望好好的利用这位立委，好好的去跟他说，然后开会，希望他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尤其我们市长也是民进党，然后立委也是民进党，再来中央也是民进党，这个全部都是民进党，真的是很好做事。所以我就看你今年我们这一届你到底做的成效怎么样，就是看你的成果。希望我们产花处加油，在这边也希望我们林市长跟产花处这边也希望能够尽量的去征服。那么我想议长在还没有文下来之前，中央还未有文下来之前，我们希望我们停止征收，在这时候我们绝对是停止征收，以对我们所有的地方的百姓能够对这个地方上的工作能够比较顺利。所以在这边希望我们议长能够这个停止征收这个回馈金，谢谢。好，谢谢我们郑林清良议员的宝贵意见。我们秦真议员发言，庄荣清议员请做准备。谢议长哈，今天对这个土地这个征收山坡回馈金的问题啊，刚刚听了我们林处长的说明啊，只是表达了我们政府目前的一个心态和你们的处境，但是在你的报告里面只是解编了1%而已，向中央呈报。我想这1%不过只是这个9牛2毛一厘之力啊。我们前基隆市95%，只是解编了1%，那对我们基隆市整个山坡地的这些拥有者啊，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所谓不公平，他缴了税又不是给地方来所谓地方建设的来使用，而向上缴到中央去。我想我们有其必要来让我们市民去缴这笔钱，
来谈他这种中央之凯吗？所以本席认为，既然还有其他的县市没有征收，像比如说桃园和南投县，因为它要实施之后呢，也发生的地方面，他们县市长停止征收了。我在这边没有，这边写桃园跟台南南投。那我请问一下，我们林市长，假设以你的立场来讲，认为这个法令对我们基隆市非常不公平，你的立场是不是也可以停止来征收这笔所谓的回馈金？我想这个地方首长的一个表态，就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安定性。所以本席在此希望我们林市长能站出来表态，你对于这个回馈金的不公不义，你的立场在哪里？是不是可以停止征收？因为有他县市之力，而不是你独创的。因为既然你要走在前面，可以这样做，我相信中央也无奈于他。我们基隆应该也要表态，让中央无奈于我们。我想，除我们议会的坚决的反对来征收这个回馈金以外，我想市长的立场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待会儿请我们林市长来充分的表达他的立场，让大家知道。谢谢。好。谢谢我们秦真宝贵的意见，我们先请庄荣清议员、蓝敏煌议员请做准备。谢谢主席。我想对于这个山坡地开发的这种回馈金啊，我想在89年来公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几个县市还没有来这个实施。最重要的是这几个县市都是山坡地比较多啊，包括南投、包括桃园、包括台东、包括花莲。包括基隆，那最多的就是基隆，所以说长期以来就是因为基隆是受限有95%都是山坡地，所以我们的几十年的开发到目前为止几十年都没有什么改变，就是因为受限到山坡地的这个情况，所以造成基隆严重的没有办法来进步。所以在这边我想问题是出在中央啊，问题是出在中央。就诚如本会同仁有提到的，中央长期都不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定一些不合时宜的法令。所以照理讲，有为的中央是应该因地制宜。我们基隆95%是山坡地，所以照理讲，全省各个县市没有一个地方是像基隆市这样子，所以应该照理讲是应该定一套属于基隆的一些建设的建筑相关的法令，来符合基隆来使用。基隆才能够成长，才能够开发。所以我在这边建议我们这个主席啊，是不是我们做一个暂缓来征收这个山坡地开发的这个回馈金。那另外再建议中央对于基隆是应该设计一套符合基隆来使用的一个建筑的相关法律。那另外再建议中央，既然基隆95%是山坡地，那是可以建议中央说，对于山坡地比较多的县市，像基隆，是应该由中央给地方的回馈金，而不是由地方征收给中央。我们已经财政已经非常这个艰困了，那再造成这样子，那造成那这个征收这个回馈金，地方没有拿到，是中央拿到。所以我在这边建议，应该是中央来补助。山坡地比较多的县市，这个县市才能够发展。以上建议，谢谢。好，谢谢我们庄荣清宝贵意见。我们现在蓝敏煌蓝议员发言，张芳丽议员请做准备。谢谢主席哦，我想给林市长一个明确的建议啦，此时此刻啊，你要去征收山坡地6%的回馈金，我认为非常非常的不聪明。为什么？第一个，现在景气这么差，全世界都进入了负利率的时代，大家都在担心啊，未来的经济要何去何从？你这个时候啊，来征收这个6%的这个回馈金啊，这无疑是啊变相加税，这在惩罚我们基隆市的市民。那第二个原因，这个相关的法令啊，对基隆啊是非常不公平的。大家长期在讲中央不重视基隆，可是啊，如何去解决？才是重要啊！我提醒林市长，这个520啊，民进党将完全执政，也是你啊大展身手的时刻。我建议你本案要暂缓实施，不但要暂缓实施啊，你应该在520之后，要动用立法院的关系，跟你蔡总统执政的优势，好好的为基隆市啊来修法，
来解编，不然我们95%山坡地的法令限制啊，没有办法去解套，用讲也不好啦，要进行实质的修法。就我所知，520之后，蔡总统啊，贵党啊，已经准备啊，修宪跟修法，我是支持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法令都不合时宜。回归到基隆，我们应该因地制宜的来争取我们既有的权益。过去我们一直讲三港捐的回馈，如果不去修法，那你再讲一百年嘛是无法度补助。所以我希望你要暂缓啊征收这个条例。另外啊，要利用这个时间点，市长你努力一点，配合我们的蔡立委，市议会培养出来的蔡适应蔡立委，好好的跟我们的蔡总统啊，好好的来研究怎么样来帮基隆解套，才让基隆未来能够有多一点的经费跟政策的补助，给人家进步。哦，玉雄席，针对本案我给你的建议，谢谢。好，我们谢谢南美华。我们现在请张芳丽张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哈，大家好。其实中央每一个政策哈都没有考虑到各县市的状况，所以我就如同做了一件衣服，大裤散的拢爱穿这件衫，啊，拢袂使改，安尼敢有道理？哦，我是认为讲中央应该爱实际了解地方的这个情形。啊，咱的市长吼，你是民选的，免惊伊，你是百姓，互你做后盾的，毋是中央。所以真侪物件，你都爱徛伫百姓的立场，吼，来替因的大家来设想。我嘛希望讲，嘉南曾经是一个那么灿烂的一个城市，啊，今仔日嘉南变作用个讲十支镜头啊，伸出来吼，应该是上尾啊，啊，应该是上尾啊，因为真侪人拢感觉讲嘉南无啥物进步，无啥物建设。为什么嘉南无进步、无建设？因为大家若听到讲95%的山坡地，人就揪起啊，无人敢来遮投资。所以我希望讲市长啊，上好你是会当把这个啊，这个征收的这个款哦，赶紧暂缓，或者是赶快替我们基隆市咱现主席的情形，汉尼济的山坡地做一个改观。吼，啊，无真侪人听到讲，家人遮尼侪山坡地，啥物人敢来遮投资？绝对无可能啦！吼，所以希望讲，咱真侪市民拢会当做咱的市长的后盾。所以我甲你建议讲，市长你是民选的，你绝对爱徛着百姓的这个立场来设想。吼，唔通中央若一句讲伊的政策安怎，咱一定爱来甲伊实行，唔免安尼。免安尼，是其实真侪代志吼，中央是坐咧办公室内底，伊无了解实际各地方的这个情形。哦，我希望讲咱市长会当做一个好好的思考，谢谢。好，我们谢谢张芳丽张议员的发言。我们现在请陈明健陈议员。谢谢议长。我想对于本案我本席的看法，就是大家一直。对我们山坡地的开发一个回馈金，我想简单来讲应该是水土保持的一个回馈金吧。哦，我想对一个行政行为，尤其这种事情是属于负担的一个行政行为，应该这样的一个程序要更严谨。我不晓得我们产发处对于这样我们山坡地开发回馈金的这个征收办法是不是已经公告了，我据我所知是不是已经公告了，元旦是不是已经开始公告了，这样的一个负担行为是不是已经开始有公告了？而且你这个征收回馈金的这个办法，到底是你送件来收取这个回馈金，还是核定之后才收取这样的一个保证金？哈，我想这些的一个办法，我想我们议会同仁不晓得都知不知道。所以本席认为，这样的一个行政行为，应该请产发处让我们议会更了解，也让我们所有的一个在我们本市。有这样一个开发行为的时候，让人家不能有裹足不前，因为你在水土保持，你在开发行为之前，你一定会征收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保证金嘛，这个保证金还可以收回来哟，但是这个回馈金你就没办法收回来，你
你看，如果一个开发行为一件土地，你开发一亿的话，它这个水土回馈金要多少？大概要600万呢，就600万，6%就要600万呢。我想有意在我们基隆市做一个土地一个开发的话，如果我们贸然的去实施这样的一个山坡地开发一个回馈金6%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是对我们基隆是不是有利或是不利？我想我们产发处是不是要三思？以上建议，谢谢。好，宝贵意见，我们现在请余三发余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哈。那么我想，这个条例我们讨论，之前都讨论很久过了哈。我想包括今天我们在座所有的全体议员所有的发言，几乎都是持反对的态度了。我想市长应该能够听到我们地方的声音了哈。那么刚刚提到的是民间哈，我想市长应该也应该会了解，好像我们的公共工程一样，也是要缴上缴6%吧，是不是？公程不用，好。那我这边有听到的一个消息，好像说那个缴了6%之后，会有10%回馈到我们地方，是有这回事吗？也没有嘛，好，是全数都是缴给中央嘛？我想对我们基隆，刚刚这么多的意见，我想应该是要听市长该你觉得该怎么做了哈。我想102年的1月31号修正过之后，到后来到103年的1月13号有预告修正，我想不知道预告修正之后我们有没有表达我们的意见，有没有在这个基隆有在挽回的机会，我想听听市长这边一个给我们大家一个意见哈，谢谢。好，今天早上我们议员同仁还有没有人要发言？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我们市长是不是能够回答一下我们早上总共13位议员的建言。我想现在请市长。好，谢谢议长。刚刚诸位议员的这个发言里面哈，有一部分是属于比较技术性的部分，我想是不是先请我们李夫来处长先跟大家做说明之后啊，我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补充。好，谢谢。好，我们现在请您。好，谢谢议长哈，非常感谢各位议座的关心哈。实际上以基隆市政府来讲的话，为什么要拖了十几年才要去公告？实际上公告的话是成绩比例啊，成绩比例就是说它有规定说做什么使用的话大概比例要征收多少，它规定是6%到12%，我们现在1月1号开始征收是用最低的6%，那个叫做成绩比例啊，不是半瓦，半瓦在89年中央就已经公告了。那个最先的话大概应该是新竹县91年开始收哈，那我们一直拖，因为到最后面已经逼不得已哦。为什么呢？因为审计部这边哈，他有一张函啊，他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说参酌最高行政法院98年判制哦第1020号的判决理由啊，尚未公告成绩比例的县市政府仍需就个案认定收取回馈金，他是依据这个东西来强制要地方政府一定要去奠定这个哦这个成绩比例，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公告那个是成绩比例。当然它里面也有一些是不用收，所谓的不用收的话就是说你做道路哦，做道路的或是做那个农田的耕作的那些东西都是不用收哦。它其中有一个监督条款，里面第一款第二款跟第四款，这里面就是刚刚所讲的，就是做道路的做农田使用的哦这一部分，或者是旧的房子你去改建，这个东西是可以不用哦。也就是说你不要做水土保持计划的就不用去做这样的征收哦。它的重点在这里啊、哦、那这个当然缴交的话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缴交到那个林务，它有一个叫做中央主管机关所设置的一个林务发展及造林基金专户储存专用哦，这个是通通上缴，1块钱也都没有留在市政府这边。我们也知道这个法是有点状况，所以我们在开会里面的话也跟中央理事的跟他做反应，就说希望因为水保本来在做开发的时候就要提水保计划，大家对这个水保计划就有相当的意见，你现在要用一个造林基金把摆设在这里面，把它两个挂在一起，因为它
他要缴交的那个时机点哦，就是在于你水保计划审查通过，但是没办法发文核准你，就是等你缴交回馈金以后才发给你这个水保计划审查通过，他是控制在这个关节点哦。那这个东西原则上因为是中央的法令，那地方政府你说你奠定自己什么自治条例啦，或者奠定什么东西，实际上跟中央法令就是有所违背，当然抵触就是无效。所以因此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能够透过立法委员跟中央适时来反映，希望这一部分能够做一些修法。当然衡量到我们基隆实际上94.2的山坡地的确真的是很多啦，目前大概跟我们比较差不多，大概就是南投县，南投县有96%啦齁。那我们因为94.2然后又靠近港口，所以真正能够使用的平地本来就很少，所以市长一上任以后就一直叮咛说山坡地解编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政策所要的，所以因此我们在去年也承蒙贵会这边通过预算，我们已经发包而且已经订约了，那也在6月3号要他提出我们大概可以画出来的范围大概是在哪里哦。当然这个要完成的话要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我们要审查通过以后还要送农委会，农委会还要经过县刊审查以后才报行政院，行政院审核过的话他会再还给农委会来办理公告，那这个我们预计大概在明年应该可以完成这样一个程序了哦。这个是因为以前大概没有去做好，那现在我们虽然发现是已晚，但是不能不做，所以因此我们在就是今年编列预算来执行哦。那当然也非常感谢贵议，就是说贵会的这边的协助跟帮忙，我们尽快会把这个相关的程序能够把它完成。好，那这一部分的话，因为是属于政策面，那如果说要暂时终止的话，当然就跟中央的规定是有互相违背，那后续怎么处理，我们可能就是自己要有个心理准备，就只有这样而已了哈。那这一部分的话是就技术部分的话，以上我做这个说明哦，以上做报告，谢谢。好，我们现在请市长针对我们这所谓6%的回馈金，它的可行性，因为我们议员同仁大家都建议我们市政府是不是能够暂缓征收回馈金，您对这个暂缓这个征收回馈金，我们想要听您的答复，谢谢。好，谢谢议长以及各位议员的指教，还有我们上面陈情的这些民众们，大家非常关心这个议题。其实说实在，我比大家更关心这个议题了。所以，因为基隆市的山坡地的一个课题呢，会牵扯到我们基隆市的一个发展，所以也诚如刚刚这个大家关心的，我们山坡地的一个解编，那现在已经正在进行。那以下我想就几点哦，先跟大家做这个观念上的一些这个厘清跟沟通。第一个，我想法令的一个规定，这是全国一体适用，不可能这个针对某一个县市来特别这个排除或者特别订立。我想我们议会也是立法的一个机关，我想这是一个立法的一个原则，这个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第二个呢是就市政府来讲，我们已经是全国第三个公告的一个县市，倒数第三个，就是其实我们已经站在基隆发展，也站在地方这些业者的一个立场考量，这个持续的去努力。那但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中央的一个法令，那包括这个审计部等等中央的机关都有正式来文来函要求，而且纠正市府，那甚至这个甚至不排除会移送监察院。刚刚这个我们林处长有讲，甚至中央政府直接扣我们基隆市政府的统筹分配税款，这个对我们市政上对我们的财政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我想必须在这边跟大家这个报告我们碰到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刚刚大家所垂询的这个6%的部分，刚刚林处长也有跟大家说明，6%是一个所谓的沉积的一个比例，那这个当初给的一个范围呢是6%到12%，所以当然我们就取了一个最低
的6%啊的这样子一个数字。那另外呢，如果我们废止的话，是不是能够停止啊这个征收？啊，这部分我想也许等一下请林福来处长再进一步补充，因为这法律上是不一定行得通的。那另外是大家一直提到南投县的一个案例呢，其实南投县并不是废止公告，它是废止其中的部分，所以它其实南投县它并没有违反中央的一个规定，它是废止其中的包括单一的农舍、单一的住宅以及农业设施的部分，其余开发项目能维持征收回馈金，这是这个南投县的部分。那另外呢，唯一尚未公告的是台东县跟花莲县，所以我想就资讯上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另外呢，要解决这个困难跟问题，我们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中央修法，那第二条路呢就是山坡地的解编。山坡地的一个解编办法，我们在去年我亲自去拜访了农委会的陈宝基主委啊，这个也就是陈宝基前主委，那我跟他说明基隆市的一个状况，那甚至我们把相关的图说资料很清楚的提供给他。那陈主委了解到这个问题之后，其实他也不单单处理基隆市的问题，他回过头带农委会是要求做一个通案的一个检讨。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机会呢，我们产发处这个跟农委会的这些官员呢，在我们基隆市进行现地的一个勘查。那现地勘查的结果，那农委会他也的确了解到我们基隆市的确有这个问题。那刚刚韩良琪议员有特别提到这个山坡地编列的部分，那山坡地编列的部分在中央其实有一套原则，就是它不完全只是平地的部分，其实就是所谓的非山坡地。我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它有一个编列的一个规则规范，是这个山坡地的坡角延伸应该是50公尺，也是山坡划为是山坡地的一个范围。那这对我们基隆还是100公尺，我印象好像100公尺，对不起。山坡，我记得我在去年的议会的时候，我应该也有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山坡地的坡角延伸100公尺，也是划定为山坡地的一个范围。所以对基隆市来讲，我们就非常的不利。好，因为我们河谷，比如说像田寮河，两边是山，山坡地坡角下来之后，其实延伸100公尺就到基隆河，啊，对不起，就到田寮河。所以为什么在田寮河两岸，在过去都被划为是这个所谓的山坡地，即便它已经是平地。那在中间呢，我们是港，旁边的山下来之后呢，延伸100公尺就到港，就到水域，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状况。好，那怎么样来解决呢？山坡地的一个解编有两，在我们基隆市有两个课题。第一个就是在过去基隆河泛滥非常严重，所以我记得是在某一次的大台风之后，汐止淹了好几次之后，就是这个基隆河还没有开始进行基隆河整治之前，中央政府就是说对基隆河的周边沿岸呢，因为泛滥的关系，因为造成水灾的关系，所以他为了要限制开发，所以他就那一部分做了一个限制。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农委会这一部分山坡地的一个编列的一个他们的一些原则。好，所以今天过去为什么几任的前任的市长他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课题，最重要是这个症结没有找到。所以现在有两个课题可以去解。第一个，因为基隆河整治之后，我们基隆河沿岸基本上在这个圆山子分洪建设完毕之后，已经没有再发生水灾。所以当初在基隆河沿岸的限制的这一部分呢的理由或者原因，基本上已经消失。所以这个理由我们可以回过头去跟中央重新要求，就沿基隆河周边的地带重新再来做检讨。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督发处有一个案子，也是非常谢谢议会的一个支持，就是基隆河的一个沿岸的一个廊带
的整体发展的计划。这个计划我们邀请的包括新北市台北市一起来做讨论，基本上其中一个课题包含的也是这个相关基隆河沿岸的开发的发展的一个解编的一个问题。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讲的山坡地的解编，市区的山坡地的解编。我刚刚跟大家报告，去年农委会来看完了之后，他也认为应该要协助基隆市，所以我们编列了预算，现在就是必须进行一个研究的一个评估报告来完成。完成这个报告，现在刚刚处长已经有报告，现在已经完成委外的一个程序。这个委外的一个程序在他们在六月份会有一个初期的一个报告出来。那整个报告完成了之后，我们要送农委会。送农委会，农委会审查完毕之后，要没有问题就送行政院，行政院审核之后回头到农委会，然后进行公告，我们就可以完成山坡地解编的一个程序。那这是旧程序的问题。第二个部分，大家刚刚听到就是说123公顷，然后这个1%，那有几位议员大家关心说这个太少，那123公顷是我们最保守的一个估计。那因为整个的研究评估的计划并没有完成，所以我想这一部分还是必须尊重最后评估研究计划的成果，以及最后农委会核定的一个成果。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不敢多做太多的一个这个夸张的这样一个数字。好，但是这个123公顷，这是可以大家基本上可以跟大家做的一个保守的一个估计的数字。那1%是怎么来的？1%就是我们123公顷跟全基隆市的土地的面积来比是1%，但是呢，如果跟基隆市的可建筑面积来比的话，这130公顷就会变成5.5%。好，所以第三个呢，如果是跟我们基隆市现有的所有住宅、商业以及工业的土地来相比较的话，这个123公顷，它所解编的比例就会变成6.75%。所以我必须跟大家报告，也就是说这130公顷这个保守的这个估计呢，其实它对我们包括市中心区以及包括我们核心发展的这些地带其实它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也必须跟大家报告，就是说这个是第一步，那过去长久没有办法，10-20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至少我们跨出第一步。有了第一步之后呢，未来在中央在农委会的部分，我们才有办法再进一步在检讨的时候有一个基础。所以我想对于这个今天大家所关心的这个课题跟大家做以上的一个报告。那另外就是大家今天的一个陈情的一个诉求，其实之前在5月13号我们也已经跟农委会来询问给他们来反映这个课题。那我想对基隆市政府来讲，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希望能够站在整个城市发展的一个立场跟角度然后整个城市可以繁荣，就是大概是做以上的一个报告。那至于那个有关于刚刚提到的一些细节的部分，我想进一步请林处长来做报告。来，以上，谢谢。好，我们请林处长。好，谢谢议长哈。那跟各位议做补充报告了哈。这个是审计部的来函哈。实际上，他针对那个桃园废纸那一部分，也特别在这个函中有提起哈。他里面是这样讲的，他说令前桃园县政府在102年7月3号废纸公告，桃园县山坡地开发地用程度类别及计算回馈基金的乘积比例，并停止收缴回馈基金。他说以前写的办法哈，函是为何啦？函是为何？他是跟你讲说你这个的公告废纸是违反规定，他是大概意思是这样啦。但后续他到底会不会追缴，这一部分可能要再进一步要跟那个桃园县政府那边去求证一下。哦，那他很明确，他来函是告诉你，你中央订定的法令，你地方政府你不得进行废止啊，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哦，啊这一部分的话就是说，在整个政策面，当然不是说你公告废止以后就会发生什么事，只是
我们可能在某些地方本来挹注财政的部分可能会被做一些删减，甚至就是说你承办的这些人会不会被移送到监察院做弹劾，哦，这个都可能会发生的情形啦。因为审计处、审计部它很多东西现在常常都会丢到监察院去，哦啊，当然以政府我们这就是说依法行政的公职人员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希望遵循中央法令所奠定的哈，下去做一些执行。好，那这个因为比较政策面的哈，啊，所以说我这边也没办法去做一个最后的决定。好，以上说明。好，谢谢。好，我们蓝敏煌蓝议员。谢谢主席哦，我想刚刚听完林市长的说明哦，我觉得是文不对题啊哈。那今天重点啊，我们是想看看市长有没有那个魄力，桃园做得到，南投也部分做到，难道我们基隆市政府做不到吗？为了基隆市民的权益，尤其在经济这么差的时刻，你还要去征收吗？刚刚议长很清楚的请教市长，能不能请市长下令废止征收？后面的问题我们政治来解决嘛，这不是我们贵党最专长的武器吗？完全执政就应该让人民过得更好，尤其基隆市，我们一直在抱怨中央啊，不重视基隆。三港捐要了几十年要不回来，过去您在野的时阵讲到嘴甲全破，今嘛你完全执政啊，我拜托你整治我看，不要三港捐要不到，马上又来一个不公不义的、不合时宜的法令，让基隆市民啊荷包缩水。所以我想再请教市长，能不能明确的在议会针对本案告诉本会，你到底愿不愿意废止这个征收条例？谢谢。好，市长啊，阮家议员拢做你的后盾哈，我们吕美玲吕议员，然后张汉图议员请做准备。大家好，刚才市长您有讲到这个法律的话是一般普遍大家必须要一起遵循的，那个叫做普通法。但是呢也有特别的法，这个法就是因为人事实地物的不同，所以才会有动员戡乱临时条款，所以呢也才会有所谓的军人军法，这都是不同的。那同样的，基隆也面临到它跟一般的县市不同的情况，所以呢依法的话，依法的原则我们是可以制定特别的法令，那就是看市长你有没有这个心。如果有的话，我们的这个内政部他所制定的，他也是用这个办法来给你，他也是一个行政命令的一环而已。所以呢，有关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征收，就看市政府，你是不是要整体基隆市有发展，你是不是看到了人民，听到了人民的声音，看到了人民的诉求，你有没有这个心而已。所以在这边哦，刚才市长你讲了一堆，我们都不知道你到底在表演哪一套太极拳。但是太极拳的最主要的原理也是在于圆融，也就是一个圆字，对不对？你东推西推，上推下推，推到最后你还是要完全啊，你要完整嘛，你都要让他过得好嘛。不是你一直叫这个处长来解释，处长你拿的那个东西解释有什么意义？那是桃园县的问题呀，那是中央的看法呀。问题是我们基隆的状况，你有没有跟中央讲？你有没有极力的去争取？这才是重点嘛。别人的县市那是别人的问题，我们的县市我们的问题我们要自己解决啊，我们要自己去争取啊。不是讲人食馒头，咱就对伊去食馒头；人买面包，咱就爱去食面包，对不对？啊，咱适合，咱真正俩客人适合食迄饭，人食伊的饭啊，对不对？咱若爱食糜，咱就应该食糜啊。咱不是对人去食面包、食馒头、食肉粽，
胃无好，祖祖袂使食糯米呢，对不对？嘛是同款的啊。中南部那么多的平地，对他们的影响只有5%、3%，甚至1%多。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影响是95%，对不对？咱的胃较无好嘛，对不对？你袂使摕，你摕100万的、100亿的糯米来给咱，咱嘛无办法吃，丢死的。假戏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家健康爱拜托，拜托咱的市长，对不对？你爱基隆啊 ，I love 基隆啊，对不对？你那个衣服，大家你那个衣服大家还在穿啊，你那个标志大家还在贴啊，但是你怎么会忘记的 ？You love 基隆啊，对不对？可是你一点都不爱了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对不对？而且你说法令有普通法，有特别法，我们是特殊的，一直告诉你因地制宜嘛。你怎么看不到我们？你怎么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呢？市长，一市之长，要市老百姓哦为你的子民。你那么爱你的小孩，把你的小孩送到了宜兰森林小学去读，那你也要爱我们的基隆嘛。我们基隆的诉求，请你听在你的耳朵里，放在你的身心里。真正的去做基隆老百姓所需要的，这是我们的建议。应该停止就应该停止，不应该公告就不应该公告，应该跟中央争取就要极力向中央争取，这是本席的意见，谢谢。好，我们休息5分钟。
我们现在由张汉土张议员发言，陈良山议员请做准备。谢谢议长哈、哦，刚才也听到市长详细答复，还有我们林处长的答复。那么林处长啊，你的答复啊，全部都是依照中央的恶法来做我们市议会答复，你也没有办法突破法令，也没有办法向中央来对我们基隆的特殊地来争取啊。你拢无嘛？你刚才用法令给你解说尔，要来靠统筹配合管鉴定尔。你应当要突破法令，再向中央来争取。公主真歹听，议会刚才告补一下，这是中央的法令啊。那我还要再补充啊，所谓认定山坡地的认定，刚才市长只有讲到说什么两边的峡谷，那个到坡地到那个两那个田寮尾，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海平面100公尺以下，现场的土地5%的坡度以内，都是认定非山坡地。我问你，嘉阳市敢你即摆要坐边这个所在非山坡地呀？基隆市区以内商业区、住宅区都是非山坡地呀、啊。那你这边太少太少，我在一再强调啊。说实在，今天你议长做决议说暂缓实施啦，暂缓实施，但是呀、啊，好过也是无功盖多啦。但是希望是先暂缓实施啊，你还没有完成这篇修法的动作之前啊，暂缓实施。暂缓实施，这是一定要的。那另外要求就是说，非山坡地的，你一次要给他全部来做解片。我已经讲好几次了，嘉阳市来中央区、主里区，非山坡地偌济嘛？你刚才针对上次市长主事的前条有人案啊，都要会去做回家的，安尼尔，这个应当要扩大来解片，缩编。这样才对市民有帮助啊！你这样一点点，市长有这个责任要替基隆市来解决问题，已经讲很久了，没有错。但是你就是要这边，你不能说光做这么一点点啊！啊，非山坡地的非常多了、啊，哦，所以说我拜托林市长，你是不是再重新定这个山坡地的范围？谢谢。好，谢谢我们语重心长，我们汉土贝啊，哦，我们先请陈江山陈议员，我们陈东才议员请做准备。谢谢议长啊，我想刚才聆听了我们市长跟我们林处长的一个说明啊，我想哈、啊，安东西公告备啊，讲到后来就是按照中央法令就是这样进行，就是这样子。我想市长你要提出你的魄力啊，这应该是对咱家人这么重要的代志，你应该向中央来给说明，来给清楚讲这个是。基隆市是95%的一个土地面积，那个山坡地的一个面积，它所影响的一个层面是那么的一个大。我们现在不是要求我们市政府这边来汇址，那么不管你敢汇集，我们是要求说暂缓实施，就成为我们张议员刚才汉托尔都在讲的，在没有修改之前，在没有解编之前，我们只是说希望我们能够暂缓来征收，哦，暂缓来征收。啊，恁讲到尾啊，嘛是讲明年，预计明年就是依照这个1%，明年就要来开始来征收。你要知道，基隆市95%，我们平常要申请不管任何一个开发案的话，我们多一个山坡审，又多一个水保，整个过程这个缴费清单后，拢是要耗费的几落年的时间，相对它的反应都是在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身上。啊，再接下来是整个容积也可能不敢换，因为山坡地的一个限制，容积也都比别人低。那谁敢来基隆投资？谁敢来基隆开发？基隆已经不只是老旧城市，这样再下来的话，基隆会变成悲情的城市，逼近的城市啊，对不？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希望说，我们市长这边拿出的我们应该有的一个魄力。啊，百管期，一个人不敢换。那一再强调，我们是95%，别的限制只有5%、10%。啊，那也是讲用一亿的法令啊，提来咱家人，啊，咱叫咱家人爱清楚，爱家人爱遵守。那么只要审计师一张文来，在中央一张文来，啊，咱就看咧等，就惊到要死。
我话这无必要嘛，这唔是咱应该有的魄力啊，应该有的精神啊。哦，所以说本席说，我们现在不是废止，我们是暂缓，好、哦，暂缓来征收这个土地开发的一个回馈金。我也希望我们议长这边，啊、哦，我们能够做成决议，谢谢。好，谢谢我们陈良生的发言。我们现在请陈龙才陈议员、苏仁和议员，请做准备。谢谢议长哈、哦，我想这个问题哈、哦，我们都在议会谈很久，哦，那么一直都没有解决。吉恩的市长，我记得从1987年到议会到现在十几年，这个问题还是卡在中央了，问题还是中央了，哦，所以我希望我们市政府应该要跟中央啊报告问题。我们基隆市的不是单单田寮而已啊，包括整个市区中正区的1路、1号路，还有我们中正路、I3路、I4路，这个包括火车站的这个周边的这个都更案，哎，回来到都更案你也看，哎，那规个拢白的白，你讲黑也是山坡地，这个好像不大合理吧？所以我希望我们啊、市长跟这个产发处处长，你要跟中央极力的争取，你们扩大的整编，把它定好这个山坡地的这个范畴，然后呢，我们包括一些工业区，像这个大武工业区，或是这个六堵工业区，那本来这个工业区都划定好了，对吧？你说这划定好了，你还要把它列为说这是山坡地，哎嘛是不大合理啊！你叫这些厂商要开发的话，外面要建厂的话，还要做水保。那、啊、里面的设备都有啊，排水沟、道路都有啊，这个好像是不大合理，所以我希望我们啊，市政府跟中央要好好做检讨，这个十几年的老问题了。啊，我希望哦，咱小英总统还没有就职嘛，吴欧玲才就职嘛，啊嘛别再归拢上伊的身躯，啊未就职伊拢个上上伊的身躯，那合不叫合理吧，对吧？吼、哦，所以我希望我们政府应该做对的事情。对市民有益的事情了，哦，谢谢。我们谢谢陈荣才宝贵的意见，我们现在请苏仁和苏议员、尤祥议员，请做准备。哎，议长，我想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山坡地开发利用的这个回馈金的讨论，那么我想我们各位同仁所发言的，我想大概我们都可以感同身受。那么，尤其是对于一些业者来说，但是我想，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定这个法的，那么是农委会、行政院农委会。那么，我们基隆市历届市长以来，那么对于山坡地的解编，那么也不遗余力了。那么，好不容易。那么前天、大前天，我们看到媒体上报道，那么我们大概山坡地的解编大概有123公顷，最起码哈，但以市长来讲，最起码是这样，123公顷多，那么大概来讲是要36万多坪呢，以坪来讲的话是36万多坪，最起码也有这样子。那解编要不要解编的权利也落在行政院农委会，山坡地开发利用的回馈金的定叫各县市政府来公告，那么也是农委会。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决议，无论是把它废止或是把它说暂缓，那么我们要考虑到什么？考虑到我们的123公顷山坡地的解编也许就没有了，也许就没有了。那我们议会所做的决议是要以全民为利益，要以全民为利益为优先，这个我们要先理清清楚。所以我想现在在处于各县市的地方政府，那么我想其他县市大概也是希望说不要定，也不要各县市政府也不要公告这个山坡地的开发利用的回馈金。
但是不是说只有我们说在地方上他有这个权柄，他可以说好，你地方政府不要，尤其对我们我以后统筹管也好，或是农委会的相关补助，那么我就把基隆市你做这个决定，我以后就把你取消，或是 把你缩编、缩编、短编列，这都事小。那么对于解编三波地的解编，我想这个知识体大，这个知识体大。所以我想我们在做这个决议的时候，那么你所谓的暂缓实施或是撤销公告，那么到底要多久？我想这个对于明天你们做这个决议，那么一见报媒体马上报出来，那么对于行政院农委会他们所做的这个决议，也许对我们将来我们基隆市这个山坡地的解编，那么影响重大，这才不是我们基隆市民的职务啦，不是我们基隆市市民的职务。所以我想是议长你在做这个决议的时候必须要审慎的考虑。当然我们基隆市的95%都是山坡地，历年来我们基隆我们各级我们民意代表我们都感同身受，认为都影响开挖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但是老实说讲起来要讲一个比较不好听，也许会得罪人，那么开挖者他所缴交的6%，他所盖的房子，那么有没有比较便宜？到目前为止，所盖的房子还是居高不下。当然，我们基隆是地狭人稠，我们也非常的着急说啊，基隆是都没有办法开发。如果能够把这个6%取消，当然，不管是业者也好，那对于以后往后的山坡地的解编都没有影响，那这样我也乐观其成。所以站在全民的立场、全民的利益的立场，我想我们等一下做的决议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慎重。好，我们谢谢孙鹤议员宝贵意见。我们现在请游翔耀议员发言，何淑萍议员请坐。谢议长哦，早上我们第一次开议哦，就讲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压抑了啊。我这边这个先讲来轻松一下啊。前一阵子看一部电影、叫做《丹麦女孩》，叫做《丹麦女孩》。这个电影所演的就是说，全世界啊第一个变性手术，真人真事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其他的丹麦女是一个丹麦男孩的，他一直认为他自己是女孩，给自己取个名字叫 Lily。他一直要抗拒，他明明是个男孩，他一直要抗拒他是一个男生。一直要去当女生，后来他经过寻遍名医，对不对？在德国的德斯登找一个非常好的医生，结果还是变性失败，对不对？自己走向灭亡，那是悲剧收场。看了这个电影以后，感慨很多了。人必须要站在现实的基础上来看问题，来看问题，对不对？一直活在失败的阴影里。是没有开创性的，啊，没有开创性的，对。所以说，本席是这么说，你现在我们着眼以这个所谓的6%的回馈金，啊，争与不争，要跟中央对抗。刚我们苏议员已经讲过了，可能我们也可以不缴，啊，不缴的话就违反中央的法令嘛。他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制作你啊，啊，比如说统筹募款也罢。或者每一年对我们基隆的农林等相关经费的补助也罢，他绝对有办法来应付你嘛。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很聪明的做法，啊，我们也应该啊从历史里面要教训啊。在赤壁之战里面呢，孔明用曹操的剑打败曹操，那个收益是数倍的，那个收益是数倍的。所以说我还是。这边啊，语重心长的，就是说，这个釜底抽薪之际，还是希望我们市长、我们市政府加快脚步，赶快将三坡地解编，所有的事情迎刃而解，也是对基隆未来的开发最有帮助、最有效的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啊，
所以说我们有些同事说，哎呀，说是谁的，什么蔡英文啊，说谁的谁，我倒是不这么认为啦，对不对？现在我们缴交的，现在还是马英九在执政啊，我们交的税是交给马英九政府啊，不是交给蔡英文啊，不要忘记他还没有执政哦，我们还是交给马英九政府啊。就是我认为说，我们一个政治家要对政策，要面对政策，不是面对人啊。面对政策的话，才有理性的发展，对不对？针对人的话，变成情绪性的交锋，情绪性的交锋不好 ，no good，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议长也是个理性的人啊，对不对？应该如何釜底抽薪，对不对？让所有的想要进行投资开发的人，认为是合理的，免除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费用。二方面呢，在基隆整个的这个三坡地解编，尽速解编完成的时候呢，我看所造福的不是某个建商，不是某个财团，是造福所有的基隆市的市民。我希望英明的议长要用从这个角度来着眼，来做出结论，才是我们议会高水准的表现呢、啊，也是市民之福了、啊。谢谢。好，我们现在请何淑平何议员发言。哦，谢谢主席哦。哦，我们都知道本市的一个市容已经都老旧了，也没有因为说我们上缴港公捐，对本市的建设有所的改变。那现在我们要这个征收这个山坡地开发利用回馈金，它是属于森林法，它是要让中央来造林。这对于要想要来我们基隆市来投资的这个无论是厂商也好，无论是对基隆有寄予厚望的这些投资客，他们会望之却步，让基隆市的发展真的是雪上加霜。那并不是说这次什么政党啊，谁执政，尤其是这个520啊，大家刚刚在讲小英还没有当上我们台湾的总统，可是他的选票已经代表了民众对他的看法，那他是不是就必须要来帮我们这个所有的市民好朋友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已经有陈情的我们的陈情人已经在上面来跟我们的市长议事之长来做陈情了，那是不是要尽速加快山坡地的解编，以及现在由我们议会所产生的立委，从地方立委以及这个总统已经一条边了嘛？那是不是你们可以更明确的来请我们的立委来向中央来修法？刚刚市长你讲了两个方法啊，就是一个中央修法嘛，第二个山坡地解编嘛。那你这个对于中央的立法，我们是不是要请蔡适应蔡委员来替基隆的市民朋友来解套，请他赶快提案来跟中央来提修法？然后市长您这边是不是赶快促进跟我们这个行政院农委会这边赶快来商讨这个山坡地解编的问题，来共同来解决，而不是说互推皮球，现在来找你，您说啊这是中央的事情。那我不知道现在如果大家去找蔡适应的话，蔡适应要说谁的事情？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要将心比心，我们要以这个林市长来爱护你的基隆市民。我想这应该不是基隆市的问题而已，我相信这全台湾都需要这个政策来改变。所以说我希望你们的 slogan 是改变啊，我希望就从基隆开始改变。以上建议，谢谢。好，宝贵的意见。今天总共发言21位，还有没有人要发言？有没有？好，我想刚刚我们市长也跟各位说明了，那么我做成结论，大家听听看哈，如果需要修改大家再过来讨论。请市府考量于本市山坡地清查检讨解编完成前暂缓征收回馈金之可能性、可行性，这样好不好？啊？好啊，
哈，安尼会使哈，好，通过。好，我们休息。